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是用比较佛教的方式来祝祷他，毕竟他是一个90多岁圆满的一位老人家。那么我们今天这个郑总是什么？谢谢谢谢，等一下再跟各位介绍。今天非常高兴，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春季音乐会，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又开始。那么，刚刚提到郭志云老先生，我们就想到是说，他真的为我们院里人挣了很多光荣。那么再来就是他为我们在地做了很多好听的音乐。那么等一下我们在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有郭志云室内合唱团的团员要跟我们做一些诠释他的歌曲的诠释。那今天非常高兴，我们今天邀请了很多歌手，还有我们真善美合唱团、出水社区合唱团等建筑单位来跟大家分享美好的音乐的夜晚。我想院里滨海音乐中心大家都知道，我们空间不是真的那么大，但是我们办起音乐会，每一次我的期许就是它就是在音乐院。各位给我们这样的空间一个掌声好不好？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出水社区的理事长，还有我们院里滨海推展协会总干事兼总干事郑伯洲先生跟大家说几句话。晚间各位吴先生，对咱赞助不遗力的果木工业股份公司地产的各位贵宾、各位乡亲，大家晚安。非常感谢，也非常欢迎各位参加咱云南的这场美丽的音乐盛宴，尤其是咱云南这场音乐会将化为一项献礼，向咱本地各国级的音乐家郭志远老师致上120,000的不舍以建作之意。咱就慢慢邀请郭志远室内合唱团归于精英来演唱郭志远老师的作品跟咱朋友，表达咱对郭志远老师艺术贡献的缅怀追忆。由于咱关关立滨海演文中心的活化，让社区和北横有了一个很好的发挥的展演的舞台。由于软硬体，除了软硬体设施的改善以及适当的应用，毛经济热心的语文志工参与，非常感谢因为有他们的参与，让我们驻点艺术家甘先生有了很大的助力。咱当时也感谢借这个机会咱公开表扬的努力。咱精彩的节目马上会开始，希望我们晚上都有一个良好的夜晚，谢谢。